神的安慰，神的感动啊，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大家说不得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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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字呢，本来是 logos 就变成 rhema， 跳到我的眼睛，跳到我的心灵了。我说哇，耶稣的亲弟弟犹大，他是不得不写信，不得不写信啊！何牧师不是为写信而写信？何牧师本来就文笔非常笨拙的，口舌也非常笨拙的。我从来没有讲说哦，何牧师会写信，会写文章。我从来没有这样讲，可是就有人批判我，你以为你文章写多好啊？不检讨你自己，写个什么文章啊？所以这句话三个字不得不，真正给我很大很大的激励、安慰和提醒。我自然而然就想到孔子、孟子、论语、四书五经等等，我们中国的古圣先贤，在春秋战国那么一个对立、矛盾、竞争的战争的年代呢，孟子、孔子的得意门生孟子说了一句话：“与其好辩哉，与不得已也。”读过书的人当然就会联想了，圣经没有反对我们在解经讲道有联想，有联想，因为万事是互相效力的，一切的事是要造就信徒的。所以呢，我就想到了孟子所说的：“与其好辩哉，与不得已也。”哇，前呼后应，又是不谋而合。所以自然而然，我就针对犹大书写了这样的一篇的讲道信息。来，请任君弟兄再把刚才犹大书的大纲讲出来。所以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怜悯，才会赐下这样的一贴神圣的属天的药方。来，犹大书大纲再找出来，请。你看这个药方是 know how 哦，有 know how 的哦，这不是纯理论的，这不是哲学性的辩思，这是真理。耶稣说我是道路，所以这是一条路，我是真理，这是真理，我是生命，只要我们服全柄，就得着真生命，得着丰盛的生命，得着永远的生命。稍微放大一下哈，来，大家看到犹大书信息如何防备鬼魔的作为。哈利路亚。第一段说什么？圣徒为何要为真道竭力争辩？要防备错谬见往之来，要纠偏改正，捍卫真道。第二段，圣徒要如何为真道竭力争辩？犹大书的遣词造句是竭力、竭力、竭力。A 造就祷告保守 ，B 怜悯抢救恨恶啊厌恶。来，第三段，第三段导出来一下，谢谢啊。来，快点！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讲约翰一书了，来，所以我们投影很辛苦啊，大家不在其位呢，不知其苦啊！三，为真道竭力争辩的结果，等于是上礼拜三讲的，才七天而已，上礼拜三讲。结果是什么？两个结局，一个是他们有祸了。大家还记得吗？当我讲到他们有祸了，我如何了？我就哭了。我不是为自己哭。堂堂男子汉，身高六尺，男儿有泪不轻弹，我怎么会哭呢？而是圣灵，圣灵在哭，借着我在哭。圣灵哭什么呢？哭他们有祸了。圣灵一看到这些不悔改的人，他们的结局就是堕落、堕落、堕落，沉沦、沉沦、沉沦，最后呢进入火湖当中。所以神就哭了，圣灵就哭了，耶稣就哭了。所以就让我也莫名其妙突然之间就哭了。我要跟大家讲，何牧师是一个最不会演戏的人，
最最最最不会演戏的人，你不要去传，哎呀，何牧师假哭哦，哦，假哭哦，哦，猫哭耗子假慈悲哦，哦，何牧师好会做作哟，啊，何牧师呢，一定犯罪了，得罪上帝了，才认罪在哭哦，你知道吗？传话都是离谱的，传话都是变质的，传话都是扭曲的，魔鬼最会透过那一两点点的火而星火燎原，而煽风点火，而拆毁了神所建造的很宝贵的工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如果你有礼拜三那天在的话，你好好去回味，好好去思想，何牧师为什么会哭？哦，是讲到他们有祸了，就悲从心中来，神的爱让我觉得这些人他们的结局是有祸了，我们当然就与主同心，自然就哭了。然后那我们有福了，我们有福不是因为我们很自私，我们很有远见，我们有福也不是因为哇很功利的色彩，因为上帝有永生，所以我要信耶稣就要得永生，那个是太福利太自私。何牧师的神学，何牧师的信仰是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要信上帝，因为深深清楚明明白白，上帝是造物主，我们是受造物，物归原主，大家说理所当然，理所当然，这是我的神学思想。何牧师一直在跟大家讲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非常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上帝是阿巴父，我们所有的人都是阿巴父创造的，赏赐的，给我们生命，给我们气息，给我们植物动物矿物空气阳光雨水来养活我们成全我们，所以他是阿巴父。我们不管你是浪子还是逆子还是孝子，我们都必须要回家，大家说要回家，要回家，回家不是满足自己贪心啊，去享受爸爸丰富的产业，回家其实是满足谁，回家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因为他是我的天父啊，我必须要回家呀，回家是天父的心，我不回家我 自取灭亡，我不回家我是损失惨重，但是我不是因为要得爸爸爸妈的产业或遗产我才回家，而是他是我的天父，所以我要回家。这是何牧师的神学，何牧师的信仰，而不是因为哦信耶稣我就睡得着觉了，而信耶稣哎我就不会发脾气了，而信耶稣哎我将来就不会下地狱了。 No， 这不是我的信仰，我的信仰我的神学是物归原主和浪子回家，大家说物归原主浪子回家，物归原主浪子回家，你一回家你就如何呀，你自然就有福了，因为这位阿巴天父是万福的源头，你就接上源头了，你就跟这个源头无缝对接了，紧密连接了，你就有福了。所以神恩待我们，师母跟我，你看看四个孩子好不好？好。我跟你讲，找不到几个像何牧师家的这四个孩子，很多牧师的孩子，我跟你讲。是非常非常的反教会的，反耶稣的，因为他们觉得教会对不起他，对不起他爸爸妈妈，他就一种逆反心理，非常非常排斥教会啊。但是何牧师的孩子呢，啊，出淤泥而不染，在极其艰困的环境当中，他们完完全全体贴父母，了解父母，最后完完全全感恩上帝，传扬福音。四个孩子这么好，这么美的见证，你不去传，专门去挑何牧师的缺点到处去讲，请问你是在建造教会荣耀上帝吗？何牧师当然有缺点，当然有错误，你为什么就偏偏去吃鱼肉去挑刺呢？这
这么多的鱼肉你不吃，你就天天挑刺来吃。刺不管你吃还是给别人吃，你都会卡在喉咙里，好难过好痛苦。刺你要刺别人一下马上就流血。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很有营养的鱼，它的刺如何，还真能刺伤人，对不对？真会刺啊。好像越好吃的鱼它的刺如何越多啊，越多。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所以请问全本圣经里面有没有很多鱼刺？有没有？很多呀。保罗写信，哎，保罗写信也把讲台当炮台哦。保罗写的十三封信里面多少多少是指责，指责对方，而且说什么把这样的人赶出去，对不对？哎，这是炮台呀，这是炮台呀。保罗说这样的人连跟他吃饭跟他说话都不可，哎，这是炮台呀，这是种族歧视啊，这是仇恨言论啊。可是这是真理，对不对？这是真理。你可以讲说，保罗呀，保罗你好骄傲啊，你呢把讲台当炮台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你们要更多更多的认识何牧师啊，更多的认识啊何牧师的家庭啊。所以神这么恩待我们，我们本来是一无所有，大家非常晓得啊，这个何师母在教会的确在服侍神啊，在为教会做各样的事工，也的的确确二十年来一毛钱没有，这是千真万确的，这是事实，这是真相。然后呢，就这样说，你看看，你老是诉苦，老是诉苦，你老是这个否定事实，哎，这是事实吧？你拿出账目来，拿出报表来，何师母是二十年来一毛钱没有，这是事实，对不对？这是事实，我们要保留事实，我们要留住历史。哦，不能删改历史，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然后呢，又讲了第四篇。哎呀，是神的恩典，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讲不出来。真的，为什么呢？来，请把诗篇137篇打出来。诗篇137篇，你自己去讲讲看。那些资深的牧师，那些神学教授，那些这个教牧专家，的确，你可以上网去听，你去打 YouTube。打上诗篇137篇，你自己去听他们怎么讲。神的恩典跟怜悯，让我能够靠主的恩典，能够领受神给我们的药方，是真药方，真药方。137篇，上礼拜我讲的是国破家亡思想起，好，思想起，来往大纲打出来。哦，神的恩典啊，为什么呢？我个人认为，我把诗篇137篇中的最后的三句话稍微解开了一点点，让我们看见了曙光，看见了曙光。因为我自己上了 YouTube 去听很多很多137篇的讲道，国语的我听，广东话的我听，台湾话的我听，但是我没有去听英文的。那我听完之后呢，说真的觉得我的疑问没有得着解答。为什么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这人变为有福？很多很多神学教授，很多很多的这个名牧师啊，这个权威的牧师都在讲，可是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得着答案。所以我跟上帝祷告，上帝啊，上帝啊，上帝啊，到底诗篇137篇的最后三节要怎么解？感谢主，我个人觉得神怜悯我，恩待我，让我稍微解了一点点。来，请把大纲导出来。我稍微解了一点点，来，再往下面走啊。对，好，怎么解呢？哇，真的神的怜悯，如果没有神的感动，我写不出来这 三段的大纲的，写不出来的。而且这三段的大纲呢，完全符合137篇的9节的经文。神的恩典，真的，我肯定做不到。某些神学专家，某些这个有名牧师应该可以做到，可他们也还非常非常忙。那我这
一个月真的非常非常忙，但是要写这些信就花了、很多的时间，有时候写整个晚上。师母这一个月平均每天大概只睡2到3个小时、所以真的非常非常忙，怎么可能去整理讲章、去写出这样的大纲和段落呢？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很感动，三天你竟然写出说不摆脱要摆正，不摆脱要摆正、第二段说四节到第六节不悔恨要悔改，第七到九节不报复要报喜。哇，我实在感谢神，押韵又对称、有逻辑有理性，有恩典有真理，不报复要报喜。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主持公道，我们有上帝就有公道，有上帝就有恩典，有上帝就有福分。那为什么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这人变为有福呢？原来是上帝要消灭这些罪恶的祸根，上帝要止住仇敌魔鬼巴比伦城的、这些、这些败坏、这些罪恶、这些灾殃。哇，我实在感谢神，我觉得我解除了一点点的真理，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奥秘值得我们去挖宝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句话呢就懂了，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因为巴比伦城和耶路撒冷城，这是圣经当中的两座城，全本圣经就是双城记。巴比伦城不甘落后，巴比伦城一直要挑战耶路撒冷城。撒旦魔鬼原来是神非常非常、欣赏看重的一位天使长，而天使长他不守本位，他向上篡夺神权，结果呢他带了三分之一的天使要替他打天下，所以他很有谋略，很有诡计，他专门要抵挡基督，抵挡上帝，抵挡耶路撒冷圣城。圣城本来是流奶与蜜的，结果因着敌基督，因着撒旦魔鬼的破坏，变质转基因，让圣城本来是流奶与蜜之地，竟然成了流血与泪之地。上帝何等的伤心，我们要起来征战啊！我们要明白这是撒旦魔鬼的恶魔诡计，我们要起来征战啊！我们的仇敌是谁？是撒旦，是魔鬼，不是何牧师，不是何师母。我们的仇敌是谁？大家说，是撒旦魔鬼。而认清事实，何牧师，如果你真正知道何牧师、何师母过去如何的话呢？所以神恩待我们，还有两三个是20多年的同工，不然的话呢，如果没有这些同工来做见证，当目击见证人的话，很多人会说何牧师吹牛。20多年来，我们非常非常关心每一个人，智障的、残疾的、坐轮椅的、嘴巴歪的、非常穷困的、付不起房租的、无家可归的，何牧师师母是如何的爱他们、接纳他们、宝贝他们、成全他们。你们可以去打听，何牧师师母没有吹牛，都是事实，都是真相。如果我吹牛，上帝刑罚我。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在中国城的唐人街，他说他打了18间教会，希望教会来援助他们。他在唐人街无家可归，他说他打了18通的电话，希望教会来帮助他们。我都忘记他们18间教会如何了，很多拒绝他们，很多不想怎么解，最后打到我们教会来。何牧师和师母一听到他需要爱，他没地方住，师母
就从 Flushing 开车到唐人街，把他接到我家里来住。住多久？师母给他做饭，给他吃，给他睡。后来教会一个姐妹叫做袁姐妹看不过去了，牧师师母啊，你们一家六口才住在二楼这么小的房间，你们四个小孩子才蜗居在那么小那么小的一个卧房里面，哎呀，结果这两个无家可归的人在你家住了这么久日子，哎呀，你们太忙太忙了，你们要忙教会里里外外各种事情各种人，哇，你们，哎呀，结果爱主的袁姐妹就把这两个无家可归的人接到她家去住了。这位爱主的袁姐妹你知道吗？真是爱呀，她把她自己的双人床自己的主卧室让给了这两个人睡，她自己呢睡在画画的大桌上面。这就是活水教会的特色，这是历史，这是事实，都有据可查，和牧师不是吹牛。我们二十多年来对每一个人我们都当成宝贝，何况是你啊，双手啊，这个健全，然后表达能力这么强，办事能力这么好，我更珍惜啊，更宝贝啊。所以这些历史跟真相呢需要见证人，如果没有见证人就很容易让别人说你是吹牛，那撒旦魔鬼就更煽风点火，就破坏，哎呀，你看何牧师师母就是吹牛胡扯。但是这些都是事实啊，所以我要求师母趁着啊袁姐妹还在的时刻，趁着这些二十多年来的啊这些弟兄姐妹们还了解事实跟真相的时候呢，去录音去录影，好，去录音去录影，免得年轻的一代会说你们就是吹牛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所以求主怜悯啊。所以诗篇一百三十七篇啊第七节到第九节，因着我看到这样一个真理，我就觉得说，哦，这是我们的恩典，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的报喜啊，就不报复了，不报仇了，而报喜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神，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胜的神。整个历史的真相是真理必定战胜邪说，整个历史的真相是仁者无敌，光明必定战胜黑暗。这是历史，我们不能够抹杀历史，不容许让撒旦魔鬼掩盖历史，歪曲历史。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不报复，我一点都不报复，我不但不报复，我还在为这些同工祷告，在祷告。有一个晚上我睡不着觉，我就起来祷告，祷告的我痛哭流涕，泪流满面，为这个同工祷告，为他的全家祷告。这也是事实，也是历史。我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要报应，一点都没有要啊，要报仇，要我反而是报喜，报喜，我反而以恩慈相待，我反而为他更迫切的祷告。不但我为他祷告，而且我也请我家的孩子能够为他为他们祷告。我是根据上帝的真理原则是，啊，要以恩慈相待，以恩慈相待。啊，其实要让教会合而为一，要让教会彼此相爱，其实很简单，请大家也能够祷告。你说嘛，何牧师在这里是讲圣经，如果何牧师讲的不是真理，不是圣经，你可以列举出来，我认罪，我悔改。如果何牧师讲的是真理，是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怎么样？顺服，要顺服，要受教。你要全盘全部全程听完讲道，你才能够去挑刺，去挑刺。你挑出刺来我也感谢你，谢谢你告诉我这个刺如何如何，我将来也要好好研究如何改善。但你不能把所有的肉完全抹杀，只挑出刺来说，何牧师你看看你讲什么道，你的道都是刺，这叫真理。所以我们请同工们为他祷告，
也请残祷同工特别特别关心。其实 我要悔改，他也要悔改。他悔改很简单，他只要来这里听讲道就可以了。请问来听讲道容不容易？容不容易？容易。他只要来到这里听讲道就可以了，这样的悔改容不容易？容易。非常容易。可是知易行难啊。为什么变得不容易呢？因为有一个拦阻在限制他，有一个骄傲怎么样在隔阂他。我当然非常尊重，非常感谢，非常非常爱这样的同工。我甚至台上台下多次表明说谢谢你，谢谢你，我感谢上帝，非常感谢你和你的夫人。甚至我还讲出这样的话，我说如果我们教会没有你的话呢，也许教会都垮了。师母摇头不承认，为什么呢？因为拓荒教会很辛苦。请问何牧师、何师母，如果去别的教会应征，你们觉得别的教会不会让我们试用试用看看吗？啊，你们觉得？所以也许没有他的爱，没有他的支持的话，可能在我们教会好处在那个动荡的关头，因为奉献变少了。2008年，我们教会奉献最多的是 David 和 Anna， 因为他不但个人收入十分之一，而且他们开的店，他是整个 Flushing 第一家中国人开指甲批发材料店的第一家，他个人收入十一奉献，而且他整个指甲批发店也十一奉献，所以他的奉献是我们全教会最高最高的。可是因为他全家搬去香港，那请问他还对我们教会有奉献吗？就没有奉献了。所以教会奉献突然断崖式的减成一半，所以多亏这位弟兄的爱和支持。所以在那样一个动荡期，那一两年是我们教会收入最低最低的时刻，所以我感谢他，我说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支持，如果没有你的话呢，可能教会都垮了。为什么呢？我们就到外州去应征了，听懂吗？那请问教会谁能维持下去？他以为开教会像开指甲店一样吗？他以为开教会像开公司一样吗？为什么这个教会在遇到问题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发叔这么会讲道？发叔两个儿子都是牧师，各个会讲道，发叔的两个女儿各个会唱歌，会带领敬拜赞美，而且有好多好多人是支持发叔的第一理财的老板叫做庄六，副总裁叫做 Julie， 李林理财的老板叫做傅基维，绝身富，然后 Ivan 保险的负责人，他在 Flush 好多好多的客户，而且所有建筑工地的保险几乎是他全包，然后一个光头汉，那个是一个属灵的长辈，还有哪些？还有新进马的老板曾进发，都是老板，卓越优秀的好基督徒啊。绝身富是哈佛大学的荣誉毕业生，在台上可以随时中翻译英翻中，这么有侍奉经验，这么爱主爱神的人，结果当这个教会出现状况的时候，发叔跟我讲，他不敢接这个教会啊。虽然我两个儿子会讲道，虽然我两个女儿会敬拜，我不敢接这个教会啊。发叔不是一个出信者，发叔不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发叔不是一个不懂得把握时机的人，可是他研究再三，考虑全方面的，他不敢接这个教会啊。所以我就非常感谢这个弟兄讲说，谢谢你，谢谢你，如果没有你的爱，没有你的支持的话，教会都垮了。为什么教会可以关门呢？为什么大纽约地区很多很多教会都关门呢？我们很多很多的圣经跟圣诗是恩光堂送给我们的，为什么他关门了？他就把圣诗圣经送给我们。还有一些教会关门了，几个在银行里面签字存款的同工吵架，那银行的教会账户签字要两个人以上才能够把钱领出来，结果教会同工吵架之后，他们就不去签名的结果，所有教会的钱就被银行卡在那里，就提不出来了。这是事实，这是真相。
所以何牧师感恩这位啊这位同工，说如果没有你的爱和接纳的话，教会可能垮了，这是事实，极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就教会就关门了，谁能去接？我们就到外州去应征了。何牧师和师母，即使外州教会不请我，我们依然可以在外州从零开始开拓教会。Amen。所以我非常感恩这个弟兄，我也知道不是他要与我作对，而是他背后有一个灵在那边与我抗争。所以我们成长同工需要如何？需要对他更加倍的爱，好不好？好，更多的爱他，爱他，爱他，因为他需要爱，还有需要我们大家的祷告跟支持，让他心灵苏醒过来，好好来爱这个教会。怎么爱这个教会呢？来参加礼拜天来这里听讲道，好不 好？请问这个难不难？不难。好不 好？我们弟兄姐妹们看到他，把他一起抱过来，好不好？来到礼拜天听讲道可以吗？好不 好？你们大家把他抱到前面来，好不好？可以吗？可以吗？请求你们，可以吗？把他抱到前面来。你要听何牧师讲道，你要去抓刺，要挑骨头，没有关系，让你挑，让你抓。我要悔改，我要好好的检讨自己。但是，请你不要只挑骨头，只挑刺。要不要吃肉？要不要吃肉？也要吃肉啊！如果你礼拜天不听牧师讲道，礼拜三一要讲道就离开，那请问，请问？请问怎么同工呢？哎呀，求主怜悯哈，求主怜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那但是我们有信心，有盼望，也因着晨祷，让我更有信心，更有盼望。阿门。如果我们没有天天晨祷，说真的，我可能会啊惧怕上胆。为什么？因为这一次的战争非常非常的激烈。这一次的战争是非常非常的狠毒，毒到一个地步，你知道有多毒吗？何牧师啊，活水教会是你开始的，活水得胜不是？你说这句话毒不毒？这句话是何等的分裂啊，破坏啊！活水教会是你开始的，活水得胜教会不是你开始的。你看看，其实都是神的，都是神的恩典，让你有机会来学习服事。结果呢，撒旦魔鬼就借着这样的人，这么一个聪明能干的，这么一个原本是良善忠心的一个极好的管家，竟然说出这样的话。何牧师，活水教会是你开始的，活水得胜教会不是你的。我从来没有讲过教会是我的或师母的，我一向讲教会是上帝的，教会是大家的。我从来没有讲过教会是何牧师和师母的，教会的钱何牧师直到目前为止没有去摸钱碰钱，谁在管钱，谁在管账，谁在数钞票，谁在数现金，何牧师没有去数过现金，没有去数过钞票，谁在管收入账，谁在管支出账，何牧师这么尊重你，这么接纳你，这么抬举你，竟然说出这样的一句话，说活水是你的，活水得胜教会不是你的。你说这句话是不是又狠又毒又凶？是不是撒旦魔鬼的分裂和破坏和搅扰？嗯，求主怜悯我们，我丝毫没有报复，但是我要讲真理。请问要不要讲真理？要。真相不能掩盖，真相不能抹杀，真相不能被曲解。撒旦魔鬼是专门歪曲事实、扭曲真相的。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啊！哎，主啊，主啊，你都知道，主啊，我是个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主啊，如果我有哪些明显或隐而未现的罪，主啊，求主神圣的灵
你光照我，让我痛悔，让我知错，让我认罪，让我悔改。主啊，实在求你怜悯我这个无用的、这个软弱的、这个卑微的仆人。我本不配做你的出口，我本不配做你的仆人。我按照我的本性，说我该成为火狐的材料。说若不是你的恩典怜悯和呼召，我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在神圣的讲台，成为你真理、成为你话语出口的人呢？说因为我从小到大稍微想讲一两句话，就被爸妈严加管制，不准我讲话，所以我也成了一位拙口笨舌的人。主啊，如果不是你的怜悯，不是你的呼召，不是你的恩待，不是你的成全，甚至到今天我可能依然的是拙口笨舌。因为我过去多次的经验，一上台甚至一站起来我就不知所云，整个人就发呆了。主啊，但是如今因着你的恩典和怜悯，主啊，我竟然可以根据圣经的真理，也根据主你的感动，主啊，可以一次讲一小时，甚至可以讲两个小时。主啊，甚至师母把我分享的录下音来，我听完之后觉得说，我怎么可能会讲那些呢？我怎么可能会讲出那些呢？而主要连我自己讲的我都觉得我自己得感动、得造就、得帮助啊。主啊，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